视频2米3的巨人小莫。视频播出去以后，得到广大粉丝的关注和关心。今天呢，我有位爱心的粉丝私信我，就是让我带小莫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，看能不能通过检查让他的身体健康一些。现在已经来到小莫这边了，然后身后围了很多很多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这个是你爷爷吗？是的。哦，你爷爷脚也不太好，对吧？哦，那我们现在就坐车去医院吧。也曾倔强脆弱，依然执着。相信花开以后。刮的脑神经外科。他又有脑吊米几啊？2米3。吊米三呢？对，多点呢，蛮好啊。几块钱？我找你83。感谢。就这里，就这里。他什么时候去过医院的？两个山区的。今年我还一个月没得过耶。后来没有带他去看过医生的吧？没有。也没去弄，也没去，也没讲嘛，咋是气虚？哦，气虚个子呢？咱们的九里关爷，咱们说要咋样？小娘娘答应咱们的，介绍过来，小娘娘你看看。啊，根本当时呢，当时也往祖国呢，哎，就没得过桥困，你知道吧？就我们两个离婚个子，这我的。15000块钱，咱们照片个，你晓得有几个单词一个？我办办的就我到。他今年多大了？22岁，不到22岁。慢点坐，慢点坐啊。因为我好重了。现在是哪里不舒服？以前是头部上长了个瘤子，后来失败了。瘤子是哪个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父母身高高不高呢？正常身高。你兄弟姐妹没特别高吧？我爸就我一个。你现在是哪里不舒服呢？头痛了还是什么呢？坐久了站起来也是头痛。还有这个腰部分。腰痛啊。这个眼睛。眼睛是什么呢？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什么呢？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有多久了？是很久了。一个东西看成两个东西，还是看东西有点模糊？就是模糊。模糊啊，看东西模糊有多久了？差不多有10年了。最近加重吗？反反复复。你那个瘤子，你什么时候复查了一下？你做了治疗吗？我之前做过手术。做了什么手术？开颅啊？没有，就挺鼻子做的。在哪里做的？在那个邵家医院医院。他是做哪一方面的手术呢？他就说脑袋里面长了一块瘤。应该是。那是学他们的狗啊，可能。应该是瘤子，脑袋瘤子，他们长不来，他们长不高。他说就是瘤子。看一下。有些嘴巴都粘在那。走出去。你看。以后就还行，你要不谈了。等一下。就一个眼睛就他们搞死了。等一下呗。深呼吸啊，呼吸多大一些？手术台嘛，手术。那还有在哪里调啊？我跟凳子坐，是都矮的。手臂伸直，手心向上，手心伸直，伸直。那我都1:90，血压稍微有点高。以前是如果脑壳骨的问题的话，另外有么？糖尿病啊，你心脏病啊，你有吗？没有啊，你做了检查吗？没有。杨科长哥，你现在要检查周老婆的凝血、周长脑壳骨核磁共振。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就跳一下，他就会喘气，喘得特别严重。你这个要当心了，你这么高要摔下来就不得了。对呀、这么高这么重。对呀、摔下来你一个人都扶不起来的。对呀、喝水喝得多吧？我一天喝一开水，我的手没问题。就是生长激素缺乏了，对吧？巨人真的，巨人真的。对呀、可是这个瘤子不能做干净，做干净会导致双失明，就是因为没刮干净，所以有一条边界。
要不要？好，牛肉怎么炒啊？牛肉炒芹菜，炒辣椒都可以。炒芹菜好不好？牛肉，爷爷炒一个什么菜呢？三鲜，有青菜，有粉丝，还有那个猪肝。有鸡蛋吗？有鸡蛋的，鸡蛋就是三鲜做的。喝个三鲜汤啊。嗯，再点一个呗，我看一下有什么，再给他点一个。弄个小鱼吧。嗯，你有多久没来城里面了？今天好像还没来过。今天累不累啊？挺累的，但起码没有你累，你更累。没有没有，辛苦你了，真的很感谢你。没事没事，吃饱饭，我们等一下去拿那个结果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嗯。再加点塑料袋子。嗯。翻墙翻墙翻墙翻。吃饭。小二。嗯，非常非常。小魔，我帮你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吃一下。